老祖宗你老病危重，照顾到位。哟，好不就是三楼好几年没来了。嗯，啊，这是我的老粉嘞。啊，你的老粉，敢戳老逼？我没见到过，我的粉你哪整？反正我偷偷看到就是我的了。这个是我的哦。你的？你想得出来？我年年都来管你。我就没有请他，年年都来拜。你的？这个硬是我的，我偷偷已经看了。我就没请他。我没请他，反正是我的，我不敢。你爆炸我老婆，我就要去告你。你还想赖我是不是嘛？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告你，莫啥。你告嘛，我在那就等你。我头都垮了，你还要追我走？我没找你，你麻烦都算好的了。我就不走。就是这点硬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他都还在睡觉的都不走。去去去！耶，周主任你来了吗？我还说来找你啊。就是他的，整我老粉。耶，兄弟，今天嘛倒一下我的那个宣传噻。清明期间不能放回烟花火盆了吗？还整个烟花火盆包起来。这个我每年都上个新的呀，我每年都上拜的呀，你为啥不能放哦？天干物燥的，要是你放个烟花火盆，把这山烧起来干嘛？那你不懂我烧香啊，也不懂我放火盆啦，那你给我找个方法噻。我是劝你好了，兄弟，你要是把山来惹急了噻，你后悔的来不及。今年用鲜花祭拜。这个白色他的那份不能拿给他，你又说你的牛吗？你们就不是的，他还为啥子来拜嘛？他这头磕的磕了，没算了，其实你还赚了，他来给你脑袋你磕个头啊，你还赚了？啊，我才不干哦！磕头，这个脑袋呢，我已经拜都拜了，头磕了就等于拜祭了。他就是我亲戚，他就发个红包给我，要得不嘛？这个他也头都磕了。我给你跟他做了工作了，他不干啊！周主任，我这个事情你硬上我做了，你来都来了，我头都磕了。这个男的要拿个红包给我，不干，不干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干不出那个红包，干不起来。